我就不去了。你去镇上找个真正的郎中吧。你还在介意那件事情？恒哥，如果现在又有一个性命垂危的人躺在你面前，你会不会救？如果你说不会，我立马走人去找别的大夫。但如果你有一丝丝的犹豫，那就证明你没有放弃。你在哪儿？大家莫慌啊，重症失真，轻者服药，即刻止泻。妹儿，你想法子弄点新鲜大蒜，把蒜烧糊了，剥皮吃，可以缓解腹泻、腹痛。快去。好。这样有用吗？哎呦，我天天就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，不着急。哎，别别别，老弟，别别恶心，别给我。还愣着干嘛？你们先把鞋脱了，来。不是，你别给我扎没了。